五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推出五部精彩强片，陪您共度热闹周末夜。给我砍死他！长期卧底在黑道的警察，还把自己当老大？你是警察？特殊的身份执行特殊任务。警察。甄子丹、景甜，特殊身份。怎么真是这么命苦？多舛的命运，这一刻他即将重生。大嫂。落跑的过气球王，倔强的未成年少女。你想不是球王吗？那你教我就好。五月天怪兽黄佩嘉，逆转胜，挑战全天下的武术狂人。今日技术高下，解决生死。甄子丹、王宝强，一个人的武林，威风凛凛的肉身邯郸，肉体的痛苦是否就能抵过赎罪？胡宇威、郑仁硕，邯郸。五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周日电影院。